漂亮！陕西挖出9岁小女孩墓，棺盖上竟然写着“开着即死”4个大字，所有人都被吓得双腿发软。考古专家犹豫片刻后，当场高呼一声：“怕什么？我来开！”当棺椁被打开之后，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让人目不暇接，其中包括考古史上最豪华的金项链和一件温润如玉的玻璃瓶。这不禁让人好奇，墓主人究竟是谁？为何能拥有如此奢华的随葬品呢？如此歹毒的四字咒语又是怎么回事？时间回到1957年，陕西省西安市正在进行道路施工，可挖掘机的铲斗却被一个坚硬的东西挡住了。工人连忙上前查看，发现泥土之中出现了一块石板。清理完周围的泥土后，一口石棺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。工地挖出棺材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村子里的人纷纷前来看热闹。考古队赶到现场后，看着眼前的场景连连叹气，因为这口石棺显得非常简陋，旁边甚至没有随葬品。难道墓主人是一个普通百姓吗？虽然感觉此次行动不会有什么重大收获，但考古队还是本着负责的态度对石棺进行了清理。结果发现棺盖上刻着一行字，当专家看清楚这些字的内容后，当场被吓得冷汗直流。开着即死，究竟是谁这么歹毒，竟然在棺盖上刻下如此狠毒的诅咒？一时之间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眼看考古工作迟迟没有进展，专家再也坐不住了，大吼一声：怕什么，我来开！紧接着指挥众人合力抬起棺椁，只见棺内摆放着另外一口石棺，整体呈现长方形，长192厘米，高122厘米，造型宛如一座小型宫殿，房檐和瓦片惟妙惟肖，正中间还有一扇大门，门框、门槛、门额一应俱全，石门上还有门钉，看起来非常精致。最让专家感到惊讶的就是石棺上雕刻着许多壁画，例如石门两侧站着两名侍女，左边的侍女把脸偏向一旁，手挽裙带，看起来非常羞涩，右边的侍女手中拿着一个长条状的物品，人物刻画得非常生动形象。考古专家终于意识到这座古墓绝对大有来头，因为这口石棺采用纯手工打造，没有一年半载绝对做不出来，所以石棺本身就是一件无价之宝。人们越来越好奇石棺里面到底埋藏着哪些稀世珍宝。陕西挖出9岁小女孩墓，棺盖上竟然写着“开着即死”4个大字，所有人都被吓得双腿发软。考古专家犹豫片刻后，当场高呼一声：“怕什么？我来开！”当棺椁被打开之后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就连专家都当场直呼：“我挖了一辈子古墓，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金银珠宝！”在金光璀璨的随葬品之中，躺着一具身材娇小的遗骸。难道墓主人是一个孩子吗？人们来不及细想，开始清理棺内的随葬品。首先出土的是这顶奢华无比的金冠，上面插满了金花和银花，花蕊位置还镶嵌着硕大的珍珠。金冠的顶部停留着一只金蝴蝶，蝴蝶的身体由金丝缠绕编织而成，上面同样镶嵌着洁白的珍珠。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蝴蝶的翅膀竟然也是金线编织的，越到末端金线越细，看起来薄如蝉翼，栩栩如生，犹如一只真正的蝴蝶在金银编织的花丛中翩翩起舞。这顶金冠毫无疑问是一件重量级国宝。此时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，只见一条项链被考古队员捧了出来，项链的奢侈程度甚至比金冠还要离谱，每一颗珠子都由黄金打造而成，珠子上还镶嵌了几百颗品相极佳的珍珠，项链的吊坠更是让人挪不开眼，这颗鸽子蛋大小的鸡血石给人们带来了难以言说的震撼。旁边还有4颗蓝宝石作为点缀，鸡血石的最下方还有一枚晶莹剔透的宝石。此时专家的心里只有2个字：奢华，简直太奢华了。这绝对是考古史上最昂贵的项链。棺内文物的清理工作还在继续，一件瓶子的出现再次点燃了考古现场。瓶子通体呈现翠绿色，看起来温润如玉，流光璀璨，里面仿佛盛放着琼浆玉液。难以想象在工具匮乏的古代，古人究竟是怎么把它制作出来的。除此之外，这口镶着金边的玉杯同样让人赞叹不已。玉杯由一整块极品和田玉雕琢而成，
看上去温润典雅，杯口镶嵌的金边让杯子的质感上升了一个档次。看来古人的审美放到现在依旧能够让人折服。发掘工作进行到现在，出土的每一件随葬品都是极其贵重的国宝。考古专家突然意识到，墓主人的遗骸非常瘦小，看起来是一个小孩子，可就算他是皇子皇孙，随葬品也不可能如此豪华。这不禁让人感到好奇，墓主人究竟是谁？漂亮！哎呀！陕西挖出9岁小女孩墓，棺盖上竟然写着"开着即死"4个大字。考古专家当场高呼："怕什么？我来开！"当棺椁被打开之后，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让人目不暇接，每一件都在刷新专家的认知。为了探明墓主人的身份，考古队掘地3尺，终于在发现石棺的不远处找到了一块墓志铭，上面写着墓主人名叫李敬训，大业4年6月突发恶。恶疾不幸身亡，去世的时候年仅9岁。考古专家大惊失色，这竟然是李敬训的墓。李敬训是杨丽华的孙女，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很陌生，可杨丽华的父亲大家一定耳熟能详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隋文帝杨坚。杨丽华作为嫡长女，自出生起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他的孙女李敬训乖巧可人，深得杨丽华的喜爱，甚至准许他入宫居住，时常带在身边亲自教导，就连杨坚和杨广都特别喜爱这个小姑娘，所以李敬训享受的待遇比公主都要高。公元608年的夏天，杨丽华带上宝贝孙女儿，跟着杨广一同前往陕西汾阳宫避暑。可就在前往的途中，年仅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，短短几天就去世了。杨丽华和杨坚万分悲痛，但人死不能复生，接下来要给小姑娘安排后事。可根据当时的丧葬制度，早夭的孩子不能厚葬，但杨丽华作为李敬训的亲奶奶，害怕孙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吃苦，于是力排众议，给她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，还命人打造了这口石棺，把孙女生前喜欢的玩具和首饰全都塞进了石棺里，每一件随葬品都价值连城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杨丽华突然感觉不对劲，这么多珍宝放在棺椁里，难免被盗墓贼盯上，万一他们开棺盗宝的话，孙女儿的遗骸指不定要遭受怎样的劫难。所以她又在石棺上刻下了开着即死4个大字，以此来警告那些盗墓贼，并且故意将墓葬规模修建得特别小。事实证明，杨丽华这么做是有用的。如果不是城市建设意外将棺椁挖了出来，人们至今都不知道原来地下埋藏着足以震惊整个考古界的珍宝。现如今关内出土的文物全部都被博物馆妥善保管，李敬训的遗骸也被安放在了合适的地方。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。